敬爱各位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议会里长柯坤元。最近高雄上令人关心的大事，就是市长罢免案。我想甲各位分享我的看法，请各位投予海洋市长的市民思考：高雄这一年半以来，有比过去二十年较进步无？高雄是毋是改变了？如果若是，就请各位继续支持韩市长，让高雄有继续进步和改变的机会。2018年无支持韩国瑜的市民，大家也可以当想看卖。过去路未平，水沟未通，今仔日韩国瑜有就业有改善啊无？如果这过去二十年做未到的基本建设，韩国瑜慢慢做到，大家是不是也应该给伊一个公平？难道大家无希望看到高雄的发展愈来愈进步吗？像咱最近这几日啊，落遐尔大，建筑敢有接，敢有淹水，敢有积水，这就是进步，这拢完全看得到。罢免韩国瑜是高雄人的危机，高雄在特定政党为甚失去是非、失去正义，也失去真相。我非常担心，高雄将因此失去改变的机会。未来高雄一定要继续向前行，别让佫行回头路。希望市民团结一致，大家做伙来化解高雄的危机，支持韩国瑜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韩市长加油，加油！韩市长加油，高雄加油，加油！韩市长加油。